我们今天要下海去拍摄，然后就是在可能拍那个美人鱼的那个地方，然后要拍摄一些照片，很期待哦，这是我们第一次下海去。Standing, you're standing, feeding the fish, right? Just standing, so you see only the head, the fish are coming, hello, something cute.听到下水之前，我们真的非常为他担心，但是我们相信盖林则会很好的引导他，让他尽量舒适的展现出他最出色的一面。我卡到，而且下去的时候他会给你戴手套，但是戴手套就不好看，他不戴你又会中伤。如果手里面拿着面包的时候，然后很多鱼过来，很好看，但是眼睛很疼，水太咸了，然后眼睛都睁不开。平时憋气跟在水面拍照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些头发会挡住脸啊，然后你需要把头发弄开，然后就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就平时你憋气可以憋两分钟啊，但是你在水下面拍照就肯定不行的。怎么办？我听你说的我都不敢下了，好恐怖啊！哇，你的脚干嘛啊？刚刚被珊瑚弄到了，好痛啊！有没有药啊？你等一下，我问他。哎 ，Jess， 我们的那个药箱呢？还流血了。有一点怕，因为我现在可能脸开始出油了，又有点脱妆，我真的是怕在水下去的时候掉妆怎么办，又有担心，然后而且早上又很紧张，吃了又很饱，现在肚子又很胀，肚子又很大，穿那么性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We have too many fish, so when you get the bread, you hold on to the bread and you chase the fish away first.So I have a clear view, and then the fish come.模特们只会几句简单的英文，而摄影师也只会几句简单的中文，所以必须由我或谢欣悦来做翻译。Hey, Giselle, what makes the ticket and me? Giselle, your job is to be there and translate. This is a production. This is not a holiday. And if you can't stay there, and if you don't ask anybody for permission, then you're doing your job really loud. You understand that, right?So I am here trying to talk to Marl and have no translator. You didn't even bother sending Jesse back. Why are you not thinking? 有好戏看喽。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制片就应该对我们的工作更加负责任一点，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让我们接下来拍摄足够顺利。接下来是继续的拍摄。那芝芝在下水之前呢，一直非常自信，非常乐观。但是这次他在水下待的时间已经非常久了，不知道什么状况。你知道吗？你在水下待的时间最久，给你拍的照片最少。因为摄影师盖林则一直强调你在水下紧张得很。紧张什么呢？我们来这儿都培训多久了？培训半个多月了，每天都有训练，我都不知道你在培训什么。因为他脸都一直就这样子像河豚似的。首先我就没有把他当作我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对手，其次我觉得他在训练的时候也并没有尽他100%的全力。
你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我们拍了一整天了，包括摄影师包括 model 都很辛苦，但摄影师他要一直在水下拍，所以说呢，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好的品质。Very good. 在下面真的很有趣啊，所有的鱼都会围着你，然后就可以亲亲亲亲亲，然后只要我稍微一放开垫垫的时候，然后那个面包屑跑出来，然后就好多好多鱼过来。这种感觉，这种接近大自然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最麻烦的天呢又出状况了。为了他的安全，我们必须送他回到岸上。舒服，今天 Tina 在船上晕船，我觉得她应该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因为你的晕船，你的不舒服拖累了全组，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应该哦。看上去我们在水上可以看到鱼和它们玩，但是我们在水上的时候只能看到一个很模糊的黑点，这是盖林子的摄像机。但是我第二次下海，我穿肿一点的鞋子，所以我不上来。然后，我觉得下海比游泳就有意思。第一次在海里面的拍摄还不错。盖林泽摄影师觉得红红的表现最好，他把在我们训练时的技巧呢都表现了出来 ，pose 摆得也非常完美。另外呢，积极就表现不是那么好，由于他紧张，所以在水底里面，把所有的基础都忘了。大致上，我们还很满意他们今天的表现，毕竟是第一次在海里拍摄。那这样呢，我们以后呢可以按照他们的弱点进行加强训练。对。很不易，第一天的拍摄顺利完成，但是 Tina 好像略显不哎，其实我觉得哈，我是真的觉得挺漂亮的。是啊，就这会儿。刚刚拍摄完，夕阳下沙滩上喝上一杯红酒，所有的努力与付出都值得了。Hello， 美女们，来。很庆幸的是，一向严谨的盖林泽对此次拍摄也非常满意。今天的拍摄虽然说有一点小插曲，但是还是算完美的那样子结束了，而且模特他们都拍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我很开心，也希望这次的那个拍摄给他们带来一个很好的回忆。这样子的经验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美妙了，虽然比我想象中更有难度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最后我战胜了自己，得到了摄影师的夸奖，我会永远留在这里。So， 嗨，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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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done today。哦 ，Thank you， Well done， 辛苦了。啊，谢谢你，谢谢你。OK， 来擦个口，So some of you did really well， some of you not so much， but don't let that bug you down because it is all。training every time you learn something. Yeah. Next time you'll be much better.